红梅，你看，好多白菜，这个老板种的白菜，10万斤，不要了，随便砍。你看，开扣扣了的，好多人砍。昨天他们就开始砍了，今天我是过来拉一车过去喂鸡鸭子，全部是种开扣扣了的。哎呀，这个起码是700斤，好重一个家。今天就砍个个，老爷爷我都不要了。他们把那种好点的砍了，我觉得选点这种都要的。哎，老的外婆我还跟他砍甩了，哇，这个快10多斤。我三弟昨天打电话就喊我过来，昨天我不得空，所以今天就过来了。三弟你慢点哦。给我打电话喊亲戚朋友过来装点回去。你砍对了嘛？要的要的要的，来慢慢自己背。好的，没得事了，也都稀奇的很呐。啊，要不你很安逸嘛。就是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菜叶好大一个家伙。哦，叶子佬帮我砍好了了，他们装对了的肯定是。哦，他们看好那种差距的，他们还不要，还甩的这个。我要，我来捡头。哎呀，这个老板儿干点好事情，对头的。耶耶耶耶，老板儿大方。没得那个时候嘛，老爷子弄盖的很。哎呀，主播肯吃的。主播还肯吃的，俺喊点坑。啊。快录个一杯来。哎，我有老爷子我都要。那种的。每个白菜全部都是大油精10斤，重的很。这种要的没得难。哎呀，哎哎，捡点八斤拢矮的。看你进攻那么新鲜了，我老爷子我都要。今天发财了，看，还在红旗了，这个，他们是没要的，他们是没要的。你本来就不好使，你找我那回，你看他没得电，没电的就找你那人家找你去充。哎呀，你没人我要说明天那个。那，这坨看得差不多了。咋你很自信？
这一种都漂亮的很。那要的，我就要。哇，有个比我大。好的，哎，这个怎么没开别人可以拿回去吃？啊，太好看了！他们捡起装不完了，我留两个。肯定是前面那个装不到了。哎，我留了几个的这个。小菜说了，还有两个小时来的。管得到吗？问你都哪样？我已经烂了的嘛，粉黑了的嘛。不烤了我。哟，这里装不完了。哪个了？啥子？种的很多菜。啊。你平车吗？我昨天等我妈，喊他下给你嫁接一下嘛。你只有我个。哎，嫁接好多钱？那又好开通开哟。他那个地址是包河。嗯。包河是十多贵，好多钱由我们从算的。哎。装了满满一车，已经装不到了。嘿，哎呀，我这一车起码是2000斤。